我也要喝水，你要吃吗？他又泡在那里了吗？你们是吃干水。他就是把别人，他先爬过去，然后那个跟过去，他就不要自己吃。我叫他下，他叫下去。你现在还分得清他是这边拉粑粑的那个，还是那边拉粑粑那个吗？看得到吗？这个是去看折子上面。我来捡，我来捡。这有一个。看不看到？哇塞！我直接是自己是一样。我懒得了，你看每次看到他，你看他昨天好嗨，有一个东西啊，好露哦，你来找露一个。哈喽，你的眼睛在吗？可以睁大一点吗？戴隐形眼镜没有？怎么那么要听呢？听到有人喊，听到有人喊，他要回去了。呀，他在吃饭了。来了个婷，来吧喊你了。就是他们那个饲养员叫谭爷爷，叫他，喊他，喊他吃饭了，喂，这么聪明，听到了，完了，对啊，有人叫他，他回去了，嗯，哎，这很乖。